我叫杨开，曾是凌霄阁的扫地小厮，机缘下获得一本黑书，从此开始了不一样的修炼。武道漫漫，这一路走来，有前辈和小师姐的帮忙，有和我同心的道侣苏颜共患难，还有隔壁宗门的双胞胎姐妹，曾在秘境结识异国的公主紫墨，也见识了古灵精怪的表妹。后来宗门突遭变故，我与邱家大小姐大战一场，最后却被妖媚女王单青罗掳去。好像没有传闻中的那样恐怖，反而有些可爱的少女心思。在单青罗的指引下，我来到这凶煞邪洞修炼，结识了不少新朋友，还偶遇了鬼王谷故人，却不料这里凶险异常，我还被这邪宗和散修老头联手暗算，还好我以灵阵突破，接下来就是让他自食恶果的时候了。只是晋升了一层小境界，就想打老夫的主意。哼，老匹夫找死。杨秀，我们还是先离开这里。你有什么好办法？这个杨秀，你能不能一边飞一边维持这么大范围的防御罩？我没试过，但是应该可以。不如我们冒险一试。什么？糟了，全旋长上来了。怎么办？邪灵会爬上来的。别怕，我保护你们。快，想死的跟我走。前辈，等等我。小友，生死关头诸事看淡，让几个位置给我们如何？满了。随便扔出去几个实力低的不就有位置了？与人方便就是与己方便。我现在挺方便的，所以不想与人方便。前辈，现在该怎么办？赶走他们，只有占领这高台才有活命的机会。你们大可一试。灭阵。将出小计。还得我出手呀。再试试这个。小心。怎么可能，这是神魂技。多亏前辈送上的魂邪灵，让我得到了他的神魂技。不会吧，怎么会这样？老头，这次你死定了。小子，你给我等着，总有一天要将你碎尸万段。想跑？你跑得掉吗？杨艳，三爷。命还挺硬啊，给我下去吧你。杨开，你没事吧？没事。水还在上涨，大家快聚到一起。好。幸好有杨兄的防御罩，不然我们现在死定了。保护罩好像破了一层。喂，你们都给我别乌鸦嘴了。没事的，我还可以持续凝练这样的防御罩。我就说嘛，杨兄肯定还有手段，大家不用担心了。杨兄，你还能凝练出多少层？50层。那杨兄只能维持半个小时，若半小时后泉水还在，那我就怕这个，到时候我也只能带着胡家姐妹了。对了，你们有没有我师公的消息？你师公是谁？林黛旭啊。不知道，凌霄阁爆发大战，我只了解是中都邱家带人来犯。那一战什么结果？似乎是平手，邱家人全被击退，但林掌门也失踪了。那就好。听说大战后邱家有个大人物失踪了，我们血战帮被你们凌霄阁害惨了。妹儿说的应该是那位邱姑娘吧？他们霸道得很，逼着我们来助战以示清白。对不起。
我没有怪你们凌霄阁，是那些人不讲理。那苏源呢？你们有苏源的消息吗？没，那些人一怒之下烧了凌霄阁，凌霄阁现在只剩废墟了。知道了，杨兄。杨兄坚持不了多久了，我们难道真的要葬送于此吗？这是什么情况？等下听我号令，我们直接冲出去。武练巅峰第二季火热上线，每周五周六双更不停歇，敬请期待。好，鬼王谷的，接下来听杨兄指挥。那里好像有什么东西。我们走。给老夫停下。你们是什么人？知不知道这里发生了什么？他们是魑魅魍魉，每个人都有神幽境七八层的实力，我们打不过。我们是鬼王谷的弟子，在此修炼，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。不知道，大哥，别跟他废话，待在路上询问。小子，跟我们走一趟吧。前辈，等一下，我们可以再商量。不必了。杨开，你们先走，等我出来，自我去找你们。你们把杨开放下。嗯，这俩小妞长得不错呀。那是复古幽影。那是什么？复古幽影是他的秘法，一旦被打中，他随时能找到你们，并控制心神。那有什么办法可以破解吗？神幽境九层都不能破解，除非杀了他。哼，这点邪魔之气也想拦我？小子，告诉我这里发生了什么，老夫便放你一条生路。这是邪灵泉眼孕育出来的东西。邪灵泉眼？大哥，接下来怎么办？我们离晋级不远了，如果错过这次机缘，晋级可就遥遥无期了。好，小子，你没用啊。我们上。里面有什么东西在渴望着魔气？这鬼东西竟然这么强，失算了。大哥，再这样下去，我们都得折在这儿了。你们都跟过来干嘛呀？我还想问你们呢，为什么回来？我们和杨开很早就认识了，是很好的朋友。你们先走吧，回去极有可能会死的。可别小瞧了我，你们。
让开，我们来了。云杰消失了？不会吧？难道杨兄已经把他们全部干掉了？啊，那边有人来了。那怪物将二弟、三弟给杀了，真是可恶啊！姐姐，我们快走吧，现在找到杨开最要紧。看他们的伤势，分明是被一招毙命。岂可惜啊！小兔现的，可恶！这只魔灵好像生出了神识。小子，我的魔将王哥，你在上个夜里被贼，本座便将亲自将你斩杀。既然如此，更不能留下祸患。魔将蒙哥，魑魅魍魉二死二伤，一缕分神便有如此实力，若是本尊又该有多恐怖。幸亏他是魔，锁魔链只对真正的魔有反应，否则我今日也难逃一死。五炼巅峰第二季火热上线，每周五周六双更不停歇，敬请期待。找到了！太好了，杨兄还活着。杨开，嘿，来得正好，要不要试试这个？嘿嘿嘿嘿。姐姐，杨开，你要做什么呀？哎，开个玩笑嘛。现在我要找个地方闭关。哎呦，姑娘们消消气，我知道一个地方，离这儿不远。麻烦你了。杨兄。怎么样？这里面怎么结冰了？我们还是别打扰他了。这股寒意怎么和邪灵泉眼中透出来的一样？姐姐，杨开不会有事吧？相信杨开，他一定没事的。哼，好人不长命，祸害一千年，他肯定不会有事的。师妹，我怎么感觉你这话说的这么酸呢？不说话你会死，嗯？
入魔。杨兄，你终于出来了，要是再不出来，我们怕是要打进去看看情况了。让诸位担心了。嗯，杨兄，那魑魅魍魉死伤惨重，你怎么不但没事儿，还突破了？他们和魔灵两败俱伤，被我捡了便宜，只是运气好。那几个老家伙真是偷鸡不成蚀把米。这好运气怎么就没被我碰上呢？切，杨开的实力和气运缺一不可，叫你碰上，分分钟就没命。好吧，还得是杨兄实力高啊。这次算我们鬼王谷欠你，以后杨兄招呼一声，让我们上刀山下火海，万死不辞。我们也是，杨兄日后若想炼制什么秘宝，只管来宝器宗寻我。哎，对了，这里离鬼王谷也不远，不如杨兄去我们那里玩几天。他还是别去了。师妹，你这也太不近人情了。我是为他好，若是去了鬼王谷，只怕师尊会让他见不到明天的太阳。这真的不是你公报私仇吗？那我们就在此分别了，杨兄，两位姑娘，你们多保重。杨开，再见喽。再见。邪宗不都是坏人呀，鬼王谷就很不错呢。阴阳只是力量，正邪自在人心。小混蛋，你现在要去哪里？我该去哪儿呢？你们姐妹准备去哪里呢？要回血战帮吗？此战不行，我们便不能回去，免得落人口舌。我们应该是去和帮里的人会合再做打算，你呢？要不要跟我们一起走？倒是可以，不过在此之前，你们还需要乔装打扮一下。喂，你们打扮好了吗？好。没那么漂亮，就不会引人瞩目了。咱们快走吧。是苍原邪敌的追兵。邪之主，我们等下为你疗伤。杨开，谢谢你。谢谢。他不会有事吧？一定不会的。可算没事了。前面就是了。站住！来者何人？是我们。哇，快去通知大家，血战帮的二位小姐回来了。小姐回来了。五炼巅峰第二季火热上线，每周五周六双更不停歇，敬请期待。
真的是两位小姐，你们平安回来了。乐叔，是我们。乐叔。嘿，回来就好，回来就好。啊，在下风雨楼方子琪，朋友看着很像我的一位故人。是杨开，一路都有他保护我们平安。啊，原来是他。那得多谢你照顾娇儿和媚儿了。相楚来了，你们远道归来真是辛苦了。相公子，我已经说过了，娇儿媚儿这个称呼不是你能叫的。姑娘见谅，久别重逢是我太激动了。这两个月在家夜不能寐，日日思念二位姑娘，恨自己不能护得二位姑娘周全。相公子，还是让他们姐妹二人先去歇息吧。乐叔说的是，那就明日再会了。这个人真烦。嗯，此人应对得体，看来也不是省油的灯。杨兄要小心，此人城府极深，不是好相处的。现在这里都有他调度。由他调度？这里不是应该由向家的长老坐镇吗？唉，此事说来话长了。乐叔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我们接到中都八大家的调令，所有高手都要去中都集结，似乎是要决战了。决战？事关重大，所有高手都被调走了。我本来也要走，只是帮助实在挂念二位小姐，便让我留下等待，同时照顾这里的年轻弟子。我们风雨楼也是一样的，师父和长老们都被调走了，来时有100多人，如今只剩10几个了。想不到事态如此严峻，若不是管前辈，血战帮和我们风雨楼的时局根本撑不到现在。希望爹爹也能平安归来才好。嘘，有人回来了。月月，差点摔跤了。师兄走路这么不当心啊？师妹有所不知，师兄正看着猴耍戏，一时走神了呢。师兄真会说笑，师妹怎么没看见猴在哪儿啊？这猴不但会耍戏，还会喝酒吃肉呢。哎呀，你们姐妹回来了，姐姐倒是很好奇，你们是怎么从苍云邪地逃出来的？难道是一路出卖色相？哟，真不好意思，是姐姐说错话了。哎呀，这位朋友面生的很呢、啊、来自何处？是不敢说吧。你们二人带回他的，不清楚他的来历吗？路上碰到的，不知道。就是苍云邪帝派来的细作，把他抓起来。谁敢？包庇苍云邪帝的人，你们全部都死定了！动手！公子小心！有高手的暗示。什么？竟然被他给挡下了！什么？小子，你给我住手！差点把你给忘了。小子，你要干什么？就这点实力也敢来挑衅我们？这位朋友，有话好好说，能先把人放了吗？对，快放了黎夫师姐。你们有话好好说了吗？我们也没把你怎么样，你这么做是不是太过分了？武令巅峰第二季火热上线，每周五周六双更不停歇，敬请期待。
前辈，你觉得呢？是可忍，孰不可忍？前辈说得好。你小子不想活了，竟敢对我们这样！闭嘴！再给我叫唤，我就给你俩废了！给我住手！哦，原来刚才就是你们在暗处搞的偷袭啊！年轻人，你且先放人如何？做人留一线，日后好相见呢。哼，跟你们可没什么好见的。那你到底想干什么？你猜。劝你一句，赶紧放人，不然的话你今天就完了。好、啊、威胁我？可以这么认为。好、啊、威胁我？来，那我斩他们一条胳膊不过分吧。好，你小子有种。下一句我会打在他们的胸口上。说吧，你要如何才肯停手？恐怕你们不是做主的人。少爷，他这是在看你。既然被发现了，那我们就过去吧。发生了什么？为什么我听到有打斗的动静？小少爷，小少爷，救命啊！小少，这事儿是这样的。妹儿，你说说，事情的经过是怎么样的？刚刚那两人污蔑杨开，说他是苍云邪帝的眼线，而且是他们先动手的。你俩跟我说实话，是这样吗？是的。既是如此，那便是你谢荣不对。你们挑衅在先，又技不如人，怨不得谁。快起来给这位朋友赔罪。什么？赔罪？对不起，是我们冒犯到小兄弟了。这位朋友，是相主统管不周，让诸位受气了。如今你也出气了，还请得饶人处且饶人。既然相公子开口，那此事就到此为止了。如此就好，朋友还请先把他俩放了吧。好，身上肋骨被踢断好几根，此子好狠毒。你小子不想活了，在相公子面前也敢放肆？住嘴！你们管不住手下，是不是也得道歉？啊，是我们管教不严，还请朋友大人不计小人过。哎，别演了，都滚吧，滚吧。真是小看这小子了。杨兄厉害呀，我都要爱上杨兄了。真没想到现在杨公子的真实实力老夫竟然都看不见。继续，我们接着喝。小少，事情的经过就是这样。你是说你们的神魂技不但被挡下了，还被他的神魂技给伤了？我知道很牵强，但事实就是如此。我知道，我没有怀疑你们。怎么看？这么想的话，那年轻人身上必定有件档次不错的神魂秘宝。有意思，神魂秘宝可不是一般的东西。校长，要不要我们再去？你们有这个本事吗？这件事你们不用再管了，把东西给他们。是。这是相家疗伤丹，回去好生照顾李府姑娘吧。谢相公子。少爷为何对杨开如此客气？此人实力强大，我摸不透他的底，暂时先不动。可是过些日子我们就该回去了，少爷不是对胡家姐妹志在必得吗？是啊，所以得在回去之前把这事解决了。哎，杨开，怎么了？武炼巅峰第二季火热上线，每周五周六双更不停歇，敬请期待。
我们要出去一趟，向主说这是最后一次任务，完成我们就可以回家了。好，我随你们去。这次你不能去，现在他们都怀疑你是苍云邪帝的探子，要是与我们同去更会惹人猜忌。你们全都去吗？对，你乖乖在这里待着，等姐姐回来就带你回家。相楚，心如和丽夫他们人呢？他们不是跟你们一道追杀敌人去了吗？没有，开战后就没看到他们了。什么？难道那两个蠢货先动手？不会了，他们肯定是遇到危险了。还是来了呀？这一次一定让你付出代价。给我上！来都来了，就不要躲躲藏藏。你们不行啊，太弱了。年轻人休要猖狂，今日有老夫在，没你好果子吃。相楚给了你们什么好处？三番两次来得罪我。你算什么东西？日落后便是一具尸骨，得罪你又如何？得罪我的代价，你们怕是担不起。你找死！海上，大家小心，这人很强。一起上！小子，你再猖狂给我看看。神游将果然不同凡响。小子，我也不想取你性命，自废修为可饶你一死。杀了我，相主就没有威胁胡家姐妹的筹码了吧？此事与相公子无关。别跟他废话，咱们让他长长教训。入魔。什么情况？这小子不过是真元境六层，怎么会有这么大的威压？小子，你果然是苍云邪帝的人。随你怎么说。你们不要了。不要啊！好，接着跑啊！快跑！不要啊！孟老、薛老，救命啊！救啊！住手！狂小辈！来，去！我们合力杀了他！你们要做什么？不许伤害杨开！都说让开！我要误人误己！都住手！发生什么事了？少爷。我等赶回时，看见这小子已经走火入魔，为飞鸿院的成名痛下杀手，连雷光的神境武者也被他杀害。他竟杀了神游境两层的武者，到底是强大到了什么地步？少爷，那小子已经入魔，六亲不认了，请少爷允准我等替天行道，将他诛灭。老匹夫，不要欺人太甚。分明是他们挟私报复在先。五炼巅峰第二季火热上线，每周五周六双更不停歇，敬请期待。